双十一开箱第一弹，开始。先简单挪一挪，开始开。大宝刀出鞘，第一个是我买的口红，水漾晶亮唇膏07号，544。然后是这样一个亮面的子弹头，哦，这样看膏体就跟 Chili 是一模一样的颜色，我们涂在手背上试一试吧。它的质地是很水很润的，就是有一点带起来那个手毛，有没有？开心，还没有上嘴，回头单独给大家拍试色吧。第二个它已经爆裂了，小鹿妈妈牙线一包，这个非常好用，单独包装的，这么一包才10几块钱，然后就是那个牙线是很扁很细的，我觉得你们给小孩掏也是可以的。这是一个小盒子，感觉还蛮精美的。 Your present 是不是挺精美的？我看看是 What present， 还送了一个小卡子，这应该是送的吧。哎，感觉特有劲儿，这卡子，我跟你讲，这卡子能把我的辫子卡在我头上，有劲儿吧？好有力量的卡子，肌肉卡。哦，是我买的一副耳环，蚊香盘耳夹，大家想看看吗？正好今天看得见我的耳朵吧，我算是我认识的人里2岁以上的里头耳朵最小的，好看吗？跟我今天的这个着装有没有很不搭？假设我没头发，不穿这衣服，有好看一些吗？好像跟我不是很适合，哎，这好像适合有脖子的人。我戴上，尤其穿上今天的衣服，有没有像那个异域的少数民族这样子，马上要跳这种舞了？下一个，眼前这条道马上就要开辟出来了。哦，你知道这是我买的一个什么吗？是一个小迷你小家电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是一个这样子的，像巨型洗脸仪，但正常我们的脸用不到这么猛的刷子嘛，它应该会把毛孔戳穿，就是这样开开以后。可以刷鞋，可以刷地毯，我觉得非常好。还带一个这个海绵头，还带一个这种抹布套子头，我觉得可以刷鞋刷地毯。我决定把它送给我老公，他一定很开心。他，我觉得不能光给自己买东西，要让家里人也有参与双十一的感觉，对吧？今天第一波哦，大家有没有数有多少个包裹呀？刚才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开完，因为天色已晚，我用的是自然光。好吧，说实话，因为6点半约的人打麻将。这送了一个很像首饰袋的袋子，哦，这应该是我买的那个蕊调香室，我的刀呢？这应该是我买的那个叫蕊调香室，它的那个桂花香水儿，我来闻一闻啊，只剩小包装了，但是香水小包装挺精喷的，这样像一瓶精油。近闻是很香的，但是你闻它的这个瓶子是一股桂花汤圆里面的那股味儿，就是不是桂花在树上的味儿，是桂花变成了食物的味儿。我回头喷喷看吧，但它前调不是很好闻。今天包裹多，我们就每个说的简短一点，好不好？觉得好的在弹幕上扣一，觉得不好的在弹幕上扣2到100。不会真的有人从2打到100吧？是不是恨死我了？马上打完这行字，我就取关你 UP 主。啊，这是我买的哦，米贝尔的一个修复面膜，是睡眠面膜，我打算把它当那个睡眠面膜用，这有什么好讲的，先暂时不开封了。然后他送了像洗发水，超市里以前有这样1块钱一包的洗发水，大家有没有见过，像洗发水一样的试用装，这几张我这两天用用看吧。买了一个修复面膜，很便宜的，听说米贝尔家那个粉水是很王牌的，是吧？我没用过。哦， Look at this CTT，再看一次吧。哇，这我在佳琪直播间你知道吗，蹲了半个小时抢的。先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赠品，不要草率的扔了。好，没有。先是一个小小小小装，我从来没有拥有过 CT 这个这么小装的口红，我觉得这个超划算。你看它就是一个小仔，我甚至把它藏在嘴里，谁也看不出来吧。然后都跟大的一模一样，哦，这是一个什么颜色？感觉好深呀。Pillow Talk， 里头，而且它切的都跟大的一样。我这个就先不用了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家女儿，我感觉她是天生命定的美妆博主。就我之前把我的一个小派的口红送给她，她就开心疯了，白天晚上都攥着，攥到幼儿园，然后把嘴涂成这样子。然后回家以后，我就把我的小派和小 TF 所有小的口红都寄给她了，她特别开心，还把我送给她的快递盒当成她的首饰盒。而她很懂每个东西很怎么用，就比她妈妈还懂，所以这个我也打算把这个小 CT 攒着给她。
个 CT 眼影你们知道吗？这是我人中第一盘 CT 的眼影，我之前从第二盘我忘了，我之前买过大的，我第一盘小 CT 的眼影，我买的这个颜色也是这个最有名的 Pillow Talk， 回头抹到眼睛上试一试吧。回头这个新品我尽量单拍一期这个初印象拍给大家看。这还有一个大大的赠品，这个跟粉饼包装一模一样，这个真是第一块 CT 的腮红，它是这种中间带亮闪，边上是哑光的这么一块腮红，质感也非常好，就是它那个粉饼的另一个颜色，好开心啊，300多块钱这么多东西。我记得这个 Pillow Talk 这个颜色巅峰代购还是要加钱的，这个太划算，有没有一样抢到的朋友举两个手手，大家一起开心开心，握握手，没抢到的也不要紧，画在我的眼皮上大家共享嘛，对不对？虽然比画在你们的眼皮上丑了那么一丢丢，但是以我们这个关系没关系的， OK 的。哦，这是我买的那个地板衣柜补漆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我把弟弟关在这个房间10秒，他直接把这个门挠了5个洞，那个门漆掉了，我打算买3个不一样颜色的漆去调一调，这个算是弟弟购物的，这笔钱可不能算在我头上。这应该是我买的两个美甲贴，我就试买两个，因为我在他家只看中一个，我觉得这个特别漂亮，给你们看看，就好像我要去结婚的那么漂亮，看回头贴上给你们看看我的爪啊。然后呢，因为两件几折吧，那你说我没理由只买一件吧，对吧？毕竟两件要打折嘛，然后我就凑单凑了一个这种很 bling bling 的。果果站起来找我，看小流浪汉，给你贴吧。好，下去吧。哎呀，这腿卡住了，没事，狗很坚强的。这是软乎乎的，应该是衣服。哦，这不是我的衣服，应该是弟弟的衣服，我给他弟弟买的国风旗袍装。看，哇，这么大，这怕是弟弟穿大了。好，现在直接给我妹穿吧。来，果果上来，再回来。来，果果来，快来你的东西 ，Come on！ 来，我那个瑶瑶是12斤，我给他买的11斤到十几斤的，为什么这么大？难道瑶瑶在同样胖重量的狗里，它是体型比较紧凑的紧凑型狗？这个果果穿上正好，有点勒，好搞笑啊！可是果果好不适合穿粉色，你看皮肤黑的人弄粉色，真的，他这样子就感觉他的名字里有，应该叫二妞。来，二妞给大家看看，挺好的，不退了，给二妞穿吧。我对果果好的请在公屏上扣一，觉得我把果果当工具的可以扣个二。哦，这是果果姐姐的一件衣服。哦，我真的好几个月没有买过衣服了，然后这个我觉得因为前几年买的这个颜色的衣服都起球，就再买一件吧，就冬天很随意穿的。我有看一个博主试这个衣服是很显瘦的，所以我就立刻也买了一件，请看。我今天马上给大家试穿一下吧，稍等我30秒。我穿好了，朋友们，是不是还行？我旋转一下，还可以吧，还行，就是不显瘦，但是也并不显胖，我觉得可以穿，然后价格还挺划算的。然后像我这种胳膊它袖子也撸得上来的这么一件裙子，特别是你知道长胖以后挺不喜欢穿裤子的，因为太勒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下一件易碎品，来自一个大眼睛的朋友的易碎品。哦，这什么鼓鼓囊囊的一个试色卡，有什么易碎的？这涂这么几点还是 Flash 3，烦人，谁没用过？哦，这是我买的哦，我的好朋友 Pat， 对不起，刚刚对你有点不是很礼貌，希望我们来日还是好朋友。因为我之前我刚也提到了，我那个小 Pat 不是送给朋友的崽了吗？送给他我是很开心，但是之后又有一点暗暗的忧伤，因为我那两个颜色没了呀，所以我觉得大人就还是要应该有大人的样子，我就买了这个颜色的大的口红。这个是一个新色，买的是 Christy 这个颜色，我觉得是这种很裸粉的颜色，因为我现在喜欢很淡的颜色，涂上给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还行？然后上嘴就回头再上吧。然后这个应该是他送的，就是我送给小小美妆伙伴还有点不舍的颜色，我就买了，他正好送这个大的，我就才买了这一单，是 Fever Dream。 Fever Dream 这个颜色非常好看。 MAC，你知道吗 ，Mac？ 我还在他家买了一个口红，他这次挺划算的，两个口红减85，然后你拍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还送你点小玩意儿，就是送的那个小玩意儿，我至今都没看见。
哎，为什么我拍两个，他应该送给我两个定妆喷雾的，我下了两单，他只送给我一个定妆喷雾呢？我才想起来，回头我去问问，就是这个 Studio Fix 这个定妆喷雾，正好喷一喷试一试吧。等会儿出去打麻将，看它持不持久。好了，然后这是买的另一个颜色，这个好像是哪个男明星推荐的，这颜色是549，这应该是他这个水漾系列最火的两个颜色。这个是549，544刚不小心被蹭掉了，被哪件衣服给蹭掉了，我再给大家涂一下这个544吧。哦，这两个仿佛是一个颜色，涂在 Pat 旁边能明显的看到，一个是水润质地的，一个是哑光质地的。好了，你们快到一边去，还有很多新宝贝，不要耽误我的时间。这是我买的 Quadi 眼膜，我就买了一盒吗？那可能是我的错觉，为什么我印象中我买了六盒？哦，它是拆开的是吧？这是六片，这一盒是六片，那就是两盒的量，忘记多少钱了。再来一个小方块，它的形状像我的脸型。哦，这是我买的一个 SK2 的大红瓶面霜，因为我新认识的一个朋友，他的皮肤特别好，就是我们年龄一样大，但是他本人是婴儿肌。然后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我忍不住问出了口，我说请问你用什么护肤品，他说他一直都用 SK2 红色的这个系列，然后因为我用过 SK2 红色的那个精华嘛，我觉得不错，然后就再配一个这个大红瓶面霜用。我没有买很大的，因为我觉得我面霜还挺多的，但是又不想错过这种皮肤像他那样好的机会，虽然我知道大部分原因可能是遗传，但是有一丝希望我就不会放过的。啊，他这个绑的好搞笑啊，像一个雕像，有没有？像不像家里那个啥新添置的那个雕塑装饰？我买的大葡萄水、大葡萄喷雾，其实是凑单的，因为它你正常是8折嘛，然后满3000才75折，是凑单的。然后这应该是他的朋友们，但我记得这个喷雾是不是买一送一啊，还是我的错觉？因为想起来这个丝芙兰这个8折，时至今日也有那么好几天了，十多天了吧，真的记不清了。这是不是包装包的有点稍微有点草率了，怎么还有一个抢购中啊？对，我主要是想抢这一单大瓶的这个娇兰地黄蜂姿水，我买的是300毫升的，它的赠品大家没有特别讨论，但我觉得是很好的，应该是，带我一一来看啊。哦，差点牺牲一个，这应该是那个大葡萄喷雾的另一个，这是一个是我买的，一个是送的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直接买一送一，还打75折。然后呢，这一兜子应该都是赠品吧？我记得买那个娇兰水应该送了有10个还是12个这个地黄蜂姿复原蜜，我觉得挺划算的。对，差点忘了，我还买了一个雅诗兰黛白金眼霜，对，也是这一单主要要买的。然后它应该是送挺多东西的吧，目前为止反正就送了一个7毫升的白金眼霜，然后这里面是有1234567890个地黄蜂姿复原蜜5毫升的，就这个你自己用的话，就相当于一个500-600块钱那个正装50毫升的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个新品娇韵诗的这个新品的眼精华，双萃那个系列的眼精华，然后它的赠品应该是一个娇韵诗的水50毫升的和一个娇韵诗的晚霜5毫升的。然后这个是我积分兑换的非卖品这个 Makeup Forever 的一个5毫升的粉底液，然后这也是赠品吧，娇韵诗的日霜5毫升，然后这也是赠品，感觉好爽啊，应该是雅诗兰黛白金眼霜的那个赠品。这一个小盒里头是有一个白金精华水15毫升，还有一个白金眼霜7毫升，那就送给了我，买一赠一还送一个小水，还打75折，这个是不是比直播间划算？那你到一边去吧，我是不会退了。还有这么一个小盒子，我看看是什么好东西。哦，是雅诗兰黛白金的这么一个小托盘，这个能不能蘸饺子之用？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家那饺子盘有点小，我想有一个单独自己的饺子盘。这还有一箱丝芙兰，好爽呀，开的我，你们看的爽不爽？因为就是丝芙兰虽然他总收我的钱，但是我跟他里面卖的东西都是亲密的朋友，好希望他们都来我们的家。 Look
look 哇啊，这里头有很多是我帮我朋友买的东西，因为他也想买丝芙兰，但是他没有这个打折卡，而且他不知道怎么买便宜，我就告诉他你要买啥你告诉我，然后我帮你挑，我帮你订。然后这是他的啊，主要都是哇，我看没有什么好东西，不给他了。这是一个帮他妈妈，帮他给他妈妈挑的，雪花秀人参乳。然后这是一个帮他买的小瓶的这个跟我一样的这个水，我想给他再买一个我这个套装的，但是没了，就给他买了一个小的，我觉得也划算。然后他我帮他挑一个眼霜，我就帮他挑了你们推荐给我的资生堂悦薇的这个新款眼霜，帮帮他的眼睛嘛，是吧？然后这好多呢，我好像我记得给他老娘的这个是一个水一个乳人参系列的，然后送一套水和乳，还送好几个雪花秀家的这个小样，特别多特别多，所以我觉得好划算呀。你看这些全是雪花秀的小样，什么水乳霜啥的都是。然后这一兜子应该是我给他买那个娇兰水送的这个水的小样，一个是15毫升，反正感觉有一把。然后这些又是给他买眼霜送的那个悦薇眼膜，还有一些资生堂的这个小眼霜。然后这个是帮他凑单嘛，因为不满3000不能打75折，我就给他挑了一个我用着蛮好用的这个雪肌精的防晒霜，它本来就是一个礼盒送这个雪肌精这个美白系列的水乳，一共水是60毫升，乳60毫升，还有一个防晒霜，还打75折，我觉得我帮他凑的挺划算的，希望他打麻将的时候给我多点两包。这个要求不过分吧。哦，这是给果果和瑶瑶买的礼物，就是维克的耳漂和眼镜，我家狗一直用这个，我觉得挺好用的，就是如果它有耳螨或者那种眼屎是异常的颜色，就有点像挤出来痘痘那个浓的颜色，可以用眼镜每天给它擦擦眼睛，也许它看了什么辣眼睛的东西呢。这个麦克风有点头朝下，把它调整一下可能会有点吵啊，调整好了，爱你们。天快黑了，我得快点拆，要不然天黑了我就要把它们留到第二弹。哦，这个也是给果果买的，因为果果查出来有点白内障嘛，给他买的这个滴眼液也是维克的，希望能延缓他白内障的增长速度吧。然后这应该送了几个小赠品，一条鳕鱼，我们家是狗哎，给他送鱼，然后一个湿巾，一个棉棒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是我买的那个海参。你知道我双十一抢这么多东西，第一个卖没的居然是海参，原来大家都这么虚，不是我自己。我本来是想买那个头数多一点的，就是半斤40只左右的，但那个瞬间就卖没了，我就买了半斤30只左右的。但是它为什么这里叫黑木耳？颠覆我的认知，这是海参吗？这不是黑木耳吗？没想到怎么以木耳充海参，怎么肥事，是发错货了吗？这有一些小袋子，可能是你泡发海参用的。然后这是他们家店的袋子，哦，这还一个呢，这才叫海参吧，应该。果然盒子都有了分量一些，就是这样子，是不是还可以？根数也不是特别少，感觉还挺大的。这个一般泡开能泡到13-14倍，所以就现在是一个这么大，就是重量能到13-14倍，到时候它个头可能有这么多，还挺够吃的。因为我想了一下，我买大的也可以，你们抢小的，因为你们体格就是正常人，我的体格是 Higer 那种，所以吃点大的也没毛病吧。当当，一个小盒子，上面贴了一个小纸条，因为我的收件人写的是果果，它上面贴了一个你好果果，你好呀，哎，果果不在。哦，这是我买的另一个耳环，这个小小的，刚那个戴上不太成功，会不会我是小家碧玉型的？你们觉得我算是那种小量的轻量感，还是那种重量感的？我适合戴哪种啊？帮我看看我戴这个好不好看。这副小的其实要比那副大的稍微贵那么一点点，好看吗？是不是跟刚那个一样，戴上都不怎么好看，因为我的脸正面太宽了，把它给挡住了。不管，我新买的，我想爽一会儿。我要戴一会儿，我要戴着拍完这期。等会儿我拿出来每一个盒子就是一阵搓脖子。我给你们讲，我买了一些，有些是补货吧，有些是新买的。这个是补货，小米的那个洗手液替换芯，然后这个是补货洗洁精替换芯，然后这个是我卫生间的那个坏了，我就又买了一个小米的这个自动出泡沫的洗手机。然后这个是它的新品，这个我想了解一下，是小米的这个香氛机，我打算放在我老公的厕所，因为他臭我香。我闻闻这个味儿吧，它好像还有各种味儿的这个蛋在卖。不好闻。
不好闻，说不上是啥味儿，紫菜味儿。我喜欢，送给我老公，给他当一份大礼。我给他说，让他当一个香香 boy。哦，这个我知道了，这是我跟那个喵酱的团购买的洗疗妇。其实我想买祛痘的，但是我看他这次只开了祛痘印的洗疗妇的团，就买了一个这个。多少他送一个这个祛痘的嘛，还送一个祛痘印的，然后就没了。哦，还送一个 3M 的创可贴。哦，这个里头直接不是一般这个防水快递袋是套外面的吗？这个里面装着我海淘的。一个是特别划算，一个是一个是兰蔻的这个 CC Cream 的防晒霜，但我现在先不拆开，先不用。然后还有一个兰蔻的这个精纯的精华液，这个正常买好像是不是要2000多？我记得这个买的应该是700块钱不到，是不是很划算？然后这个是我当时不在南京嘛，叫我朋友帮我拿着，然后他拿完以后塞进来送给我的一个雅诗兰黛的这个高能小棕瓶，你们有没有这种神仙朋友代取快递还往里头夹塞东西？觉得这个操作怎么样？觉得可以的话可以把神仙闺蜜打在公屏上，我的闺蜜看见每天送我一个小礼物，是不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神手党？哦，对，这个是给予的，有一个棒棒糖，这个是我用了这个碧生之颜的眼霜，我觉得非常好用，又买了一个回头送给你们，就是你我的。二，是我在京东随便凑单买的一个苏菲的姨妈巾，大家今天看得爽吗？我感觉我就像一个没有感情饱满的拆箱工具。哦，这是我买的减肥用的玉米面条，因为我超级爱吃面，我觉得吃玉米面条就是相当于吃粗粮嘛，吃粗粮相当于减肥，所以这一箱就是减肥储备物资。当当，这有一箱星巴克，主要就是想有时候早上起来就是我恩不顺的时候，我会想要冲一个黑咖啡喝，就是那种挂耳嘛，然后如果有时候懒得冲就可以偶尔喝一个这个，特别是他还送一个赠品，星巴克的杯子不是一般也要卖挺多钱的嘛，然后他还送这么一个赠品杯子，看感觉挺有圣诞味的，就把这个杯子送给我老公，我就说是我专门给他买的，是6个黑咖啡，早上起来懒得冲的时候可以喝一个促排用。哦，开到流鼻涕。哦，这是我买的那个真发假发，就是我想是垫在头发里面，显得我头发很多的，但是呢跟我亲密的人他就不能摸我的头，要不就会发现我的破绽。但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当刘海用，哎，但当刘海用会不会有点太尴尬了？就是我觉得垫在这个你披发的时候垫在头发里面，就把这个当做这样子再把你自己头发盖上，你头发就会变多嘛。大家觉得好看吗？我买了这么两个，是不是像头上有个锅盖？哦，这一箱是我买的那个最像的，在谁的直播间买的？我忘记我买了大红瓶的这个面霜了，所以我又买了一个最像的面霜。哎，慢慢用吧，脸大也许用得快呢。它赠品我觉得挺丰富的，而且比较感染我、打动我的是，它这个赠品不是赠，只赠同样商品的赠品，它是送同系列的这个精华，相当于，好，本来6支的，现在就剩2支了。就是这个精华，它相当于送一个正装的精华，然后你买一个面霜，还送这样一个小小的精华喷雾水，那个已经送给过我两个了，都快送出正装，这个一时半会儿挤不出来，就是最像的这个绿色系列的面霜，是叫多肽是吧？我挺喜欢肽这个东西，然后还送一把这个多肽面霜的这个小样，也送挺多的，应该能用很久。还有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包裹了，哎呦，哦，突然感觉头上冒热气，原来戴假发这么保暖。这是我在优先试用上买的 Too Faced 家的这个眼部打底，好像就9.9块吧还是多少，还是还有一个可爱的豆豆，送这样一个眼部打底，因为眼部打底买小样不要紧的，因为我们的眼睛也没有那么大，一个小样能用蛮久的。当当，那我就之后用用看它会不会让眼线更持久吧。那今天的双十一第一波开箱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一定要多多的点赞，点的越多我就会越快更新下一期双十一开箱，那我们下期视频。